单身，他们想是他们想，他们想就以为他们想的。你忙什么？你除了直播就是睡，你看见的是我想让你看见的。我懒，我干别的时候你到你了。被群殴了，难受啊！我一个张嘴回答不过来了，怎么把吃的都给落下了？哭一个呗，今天哭没有用了，大家都在蓄力。哎呀，最近哭怎么也没有用了，没有人帮我，没用了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最近这一个星期大家尽量少刷点钱啊，出去跑骚干脆就不要跑了啊。周六的时候有用着你们的时候，特别是散票啊，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逗号。嗯，你没看我直播都变成公益直播了吗？就是为了让你们攒钱。但是如果老大给你们攒钱不让你们给我刷，你们要是出去刷的话，那我就真伤心了。所以说咱们尽量好好攒钱，到时候人家不说了吗，不是要让别人看咱们7156有几个大哥多厉害，人家是要看7156散票多厉害。所以大家必须要跟住，别断片儿啊，这就是打广告的一个最好时机。所以说咱们大家一起努努力啊，这段时间好好攒一攒，蓄蓄力，一毛党也别乱玩了啊。今天好多一毛党在外头刷，我不信，咱家大部分人都不会在外头刷了这几天。因为他们知道周六对我们自己家说多重要，只是个别喜欢那么玩两下的，大部分人都会听话的。让他们看看我们雪花军团的强大。对，咱们就是不断片都连上，国王后面全跟着一排公爵，公爵也不会跟国王断片，反正就要来就来一次狠的，要不然咱就不上，要来咱们就让别人都知道咱家就完事了，然后散票跟住了就行了。欢迎闹闹。其实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我这么重视散票呢？咱们家这些散票，因为你们的散票，就是很能影响咱们家的大哥。凡哥喜欢咱家，就是喜欢这点，我不希望咱家这点丢了。还有七幺哥他们总是跟我说，所以这些东西不丢了，也是给他们信心。其实无形中。说句最直接的话，散票能帮我留住大哥，让大哥愿意在这家待着，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这是个团队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吧。几点不确定，到时候大哥一起决定。你们晚上六点多就搁这等着就行了，7点到8点，8点到9点，然后还有9点到10点，10点到11点。当然了，咱们不全抢，选一个黄金档。其实选一个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家大哥也是这么想的，宁可输给了一个强劲的对手，就是玩起来了，玩激情了，咱们也不要拿一个没有画面的第一名，宁可不要第一名。
咱们输了无所谓，这玩意儿赢输的无所谓，目的不就是让别人知道咱家吗？打得漂亮吗？宁可输了也不要一个没有画面的第一名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吓死我了。我估计都能给凡哥吓死，他都说害怕了，那应该是真害怕了。连续抢四个黄金档的头条，从6点抢到11点。凡哥估计跟那块喝水的，要跟块不一样。反正我操，我要准备歇城了，不行了，我得走了，拜拜，我是玩不了了。啊，五个，好，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曲，想唱一首草原的歌曲，我们一起小激情一下好吗？给大家唱一首闯天涯吧，闯天涯。开始奏乐，效果师，音效师，好，开始。点不动啊，当的路上。
有悄悄，各位的小伙伴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哎，带你潇洒，带你嗨，跟着音乐的节拍，休息一下啊。哎，你们还什么时候放假呀？这些就是正常的那个工薪阶层的，咱们还有什么时候放假？现在是三月份，三四五一、五四、五四青年节是不是放假呀？清明，拉拉真爱老大哦，大家跪下真爱。什么？凡哥什么？我们不打任何人。就是啊，不打人，抢头条打什么人呢？这玩意儿谁有能耐谁上呗。他们一整就管这个，他们一整就管那个连麦呀、啊，或者是抢这抢那，一整就称之为打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，小时候应该给他们扔俄罗斯去，不管他们。怎么抽不了，余额不足了吧？清明，自己的坐怎么感觉你像老爷爷坐那个摇摇椅的感觉？那我不往后仰就行了呗？哦，应该这样的，这样的啊，捧着一杯咖啡。嗯，这个月的销量不错啊。那个告诉他们一下，放假三天，休假三天，过几天过来上班。嗯，最近大家表现得非常好哈，给大家放三天假。就这样，这个月是怎么卖的？怎么卖到这样？出去，就这样，电视都这么演。你这个才艺很 OK。 哎呀，这一看我以后要嫁一个豪门呢，身上具备了这种当女老板的气质，或者是大老板娘的感觉，哈哈，有样子。学总，什么事情？等一下，等我醒了再说，把门关上。什么？下野大米没了，赶紧买。学总，员工强烈要求加薪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呀，现在公司周转非常的，已经周转不灵了，公司很不景气，希望大家再能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相信在座的都是我们的老员工，希望我们的公司能好起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不行，学总，是我，不要开枪。哦，是你哦，等会儿，嘣！我怕一枪打不死你，我来个炮筒。谢谢职业，咱家职业在哦。职业，咱们家周六晚上一起抢头条，全家人都已经来齐了，三个大 VP 也会到当天。周六晚上你务必到啊，然后咱们家人都齐了，现在就差你一个人了，职业没通知。欢迎 M 哥。
老板，我没钱吃饭了，你先给老板凑个气球，你再说吧。一天就叫老板，老板，老板的，我哪是你的老，哪是你的板？一天你就给我画饼，饼画的越来越大，老板都要生气了。职业表现不错哦，职业你很棒哦，谢谢我家职业兄弟们，来 A 计划。今天不是周日吗？对，就是周六的时候，还有六天，欢迎咱家书生回家。周六晚上一定要到，职业，这是关乎到我们家唯一的一次号召的荣誉的事情。所有公爵，咱家的所有国王，咱家的所有的侯爵，咱家所有的伯爵，咱家所有的子爵、男爵跟勋爵，还有散票都会到。他们那天来频道第一个先找职业。欢迎团长回家，谢谢咱家职业。职业是不是顿时觉得刷这礼物刷后悔了，还不如留到星期六了呢？书生来了，你可以下播了。嗯，我就是等书生来。大家想听什么歌啊？对，唱一首对什么呀？唱一首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值得一辈子去爱，雪儿直接后悔了，王八蛋！我看错了你，值得一辈子去爱，等一下啊。开始，咱家职业不是那种人，职业对我可好了，站起来唱一首准备呀。好吧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吧，给你点面子，看你给我放了好几个气球的份儿，要不然你也不没面子。昨晚说好了，家长们不用来，六级真爱帮你抢头条，任务都安排下去了啊。你在搞事情，我靠，六级真爱帮我抢头条，猪尾巴都抢不着，他们只能辅助，尽全力也抢不着，这可不行啊。唱一个值得一辈子去爱。手温暖，委屈是泪水，让它一颗一颗掉下来，就算是孤单也无需收敛。我总是独自打开啊，等一下，
临时有一些业务上的事情。什么饲养员投食了，我靠，你们还是人吗？能不能说出这种话？说这啊，别闹别闹，停停，猪生气了啊、哦、真爹爹唱歌了。属于自己的房间，充满阳光，静静感受温暖。围裙是泪水，让它一颗一颗掉下来，就算是过分也无需收敛。我总是独自打开天窗，面对着个暗天，看不懂他被寂寞的表演。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，幸福水面是你薄边的脸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无论多久从不散去的温存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身边望着你的清晨。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宽敞的房间，充满阳光，静静感受温暖。委屈是泪水，让它一颗一颗掉下来，就算是过分也无需收敛。是独自打开天窗，面对着蓝天，看不懂逃避寂寞的表演。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，幸福睡眠是你不变的脸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守护的烛火？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醒来身边望着我的微博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是你说过还是我天真？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身边最想要回的人？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？来世今生最想要回的人。谢谢我们的悄悄。哎呀，悄悄送了我那么多的礼物啊，牛啊悄悄。书生一句话，人来少一半的估计都是勋爵了。那个青哥说那个书生最他妈坑了，我现在是相信了，太他妈坑了，那简直就是在搅和呢。反正那天谁也得来，就书生一个来。我看书生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估计是日常打钢镚儿，日常打钢镚儿。您这钢镚儿好像都没播，您日常打钢镚儿干啥呀？这钢镚儿好像没播。老大把我卖了，拍卖我吧，要不然三万的拿不出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钢镚不在，大衣哥倒是在。
大姨哥刚抢完头条，他家没，应该没有多少条件了，要不然咱们找他唠会儿。你们不用帮我赢，输了就行。不行，狗哥，狗哥太费钱了，大姨哥唠会儿嗑，输就输。你们别，你们攒着钱啊，别动啊，把钱留着攒着啊，除了帽子，别的都不可以刷啊。嗯，除了帽子，别的都不动。哇！哇，帽子一个都没有，怎么办？一个都没有的不动。等一下啊，感谢我们家的职业小先生，谢谢小哥哥，谢谢小哥。怎么能这么帅？你不是一个幻想。